我是谁？大哥，第七天。什么？姐夫。知乎小姐微信有昨天，现在正式通知你啊，你被开除了。谁搁外面呢？老师不是你想象这样，我们在排练一个叫做《恐龙螳螂》，还有一个叫做《知识雪豹》的舞台剧。 对对对对对对对，那你要这么说的话，那还是徐安辉主席更适合你。嗯，解答呢？你说你扯人了能啊？一会儿你把这个给老师好好道个歉，好好认个错。哎，小林，其实怎么了？我可告诉你，喜欢姐的人多着呢，你要是走了以后，肯定后悔死。 哎，我小林当然配得上全世界最好的男孩子啊！哎，你看你还写这么多，一页，但其实已经用不上。为什么？你就听我这一次，我以后都听你的。你把烟戒了。那你以后不许逃课呀。那你是不愿意跟他说呀？要开除也是先开除我，我是跟他说。哎，小林，等会儿你看。 这是学生会录取通知书，我当上主席了。大骗子，我都听见了。哎，真的不信你看嘛，你看，你看，这还有老杨的签字呢。你给你变个魔术。我本来写了那么久的检讨书。哎，别哭了，熊就该有个熊哦。